我是师傅，今天我要来这家泡尾刀新城市早餐店吃早餐，顺便带大家参观一下这家店。那今天我会来这边带大家参观的，因为这也算是全台湾唯一一家跟寿主题有关的早餐店。那这边的位置就大概就是在高雄三民区的某某菜市场附近。那从搭捷运的话要搭到后一站。那我给观众看一下从捷运出发的画面吧。OK， 大家都看到了吧？那我就出发吧。来，我要吃。稍微等一下，有前面还有客人。老板，早安。好，你要看到我的脸。要拍到那里啊对，因为我们是要换菜单了。对，你要看一下这个菜单是几元？应该就要有一千。大概就是这样。那我直接进去吧。来一个。来看一下里面的布置吧。那这个就是之前欧洲梦在野猪上包那张扭蛋机耶，不过我没那么多钱，所以因为这墙上有照片，我看一下吧。他们不进去吗？他们有好多毛，那我也在里面，不过不是我这只在里面，是另外一只蓝色的。好，在这里。OK。哎，好漂亮的树啊！这是真的吗？啊？摄影师，你觉得是真的吗？我想那个是塑胶吧。啊？塑胶？好，出来啊！哎，好，那是塑胶吗？好吧。不过其实这还蛮漂亮的吧？那我们来看看这边客人吧。等一下，是那边那位，他是不是很眼熟啊？他是之前在我 YouTube 影片上那个拿着枪亮来亮去的那个 Eric 吗？我们重复一下那个 VCR 好了。大家想起来嘛？那我们访问他一下好了。那个，你好，
这边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一位，这个好像叫什么呀？魏晨。嗯，那算了，然后介绍我。我没有认错，因为我上面几个没看到他本人的。你有兼特地来南下，要不要吃饭？啊，他今天他这里放假，所以特别从这个北部来到这边，就是旅游啊。然后今天就刚好顺便来这，他刚好碰面。今天真的是好。在哪里？前进那一面。哎，不要打到人哦。嗯，你有什么话想说吗？也是餐厅先用餐具，就非常的有轻松。你说这段时间有点屌哦。那这用餐起来，我觉得感觉非常棒。难得瘦，瘦了有这么多，一次都要三张。那就我来逃税一下。没错，这里每到假日都会有很多那个受训的朋友来这边，吃完早餐然后聊天的。有时候就算是已经，就算是南部的受的机会场所，感觉真的很棒。毕竟大家难得可以聚集，很多时间可以聚在一起。是啊。不过这感觉坐在南部真的蛮好的，虽然说南部很热，所以其实原来这个出毛的最近有点少。我现在要上我的早餐房啊，先进一下黑化妆。终于来了，谢谢店长。那我怎么开始吃呢？这是终于吃饱了。因为这种维度来说，它的分量刚刚好，至少是早餐午餐。是啊。那我的感想就是在这种灯光美，然后气氛佳的环境下吃东西，真的是。活力充沛啊！对，我们真的推荐，其实这个做些装潢来这边吃，因为这边除了东西好吃以外，这边的装潢真的布置很棒，店长人又超好的，真的，而且在这边也可以认识很多新的舍友，很欢迎大家的。那这边的营业时间呢，就直接在这个影片的那个结尾，那详细资讯我会打在这个说明栏下面。供大家观看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结束，那就说拜拜。